是我带的，一个是我妈妈留下来的，十八岁我已经在跟着她一起做，从街边啊到现在差不多有52年了。我4点多就要来熬汤，最少要熬3个钟头。汤就下了，这个鱼煮啊，要洗盐水，洗到那个腥味没有了。啊，这个我就真的是不懂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好。鸡腿的镜头小时候都做到现在了嘛，要弄它的那个油出来啊，烂掉，这个不会，这个鱼头要好，对啊，等一下它会还没它跳呀。老人家吃了快4天还是5天，那老回去贵了，像就是的。对呀。先知道。